这位这个油门观众，他贴了一个，而且他的脸真的超白的，好笑的。在约翰尼斯堡看着这个家乡留言，还有家乡这个语言呢，个人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虽然我没办法就是很及时的回复你们，因为我们在这边网络真的有限，但是呢，你们的心意我真的都收到了。现在时间呢是南非的时间的6点整，我人呢已经起床，洗好澡，东西也整理的差不多，真的完全睡不着。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终于要深入南非了。没错，今天我们就是要去看大猫咪。那除了看大猫咪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会去采购一下那个护膝，因为我们护膝呢太大了，所以没有用行李箱装。对，反正我们就稍微买一下我们骑这个越野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因为我们目前就只有车靴还有安全帽而已。安全帽很帅哦，这是我们的安全帽，真的非常的帅啊。这个是我经过那个一个不知名的管道购买的，搭配的风镜呢，我们用了一个 QS 的绑带，然后弄了 X-Force 的风镜， MIT Made in Taiwan 的，非常赞。比较特别的是啊，我这次的风镜因为因应我们南非的这个地形，所以它这片风镜呢，我觉得有点算是全视线，太阳很大的时候呢，它会变黑，那我到晚上的时候呢，它是全部都是透明的，这样就让我们就是很方便啦。我们白天骑车的时候它会自己变黑，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也不用换镜片，我们就可以继续在夜间骑乘。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趟很有可能应该会有那么几天是会骑到比较晚一点点的。 Anyway， 反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安全帽，我还在我的安全帽上面贴了我们这次特地为南非制作的 South Africa 的贴纸，然后它后面呢有一个 Kini Rebel， 哇，非常的帅，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好不好？ OK。本部影片感谢 KTM 台湾总代理安东贸易、普悠玛一捷租车、Stream Trail 台湾、iGoGo Sport 斯伯特、极限专卖、正成集团、Insta360、PB Design 赞助播出。呦呦，我是鲁特，雨下了2天了。到了今天终于放晴了一点，身为一个骑士来到南非的前2天都没有骑到车，瘦到了今天早上早就已经快忍不住了，而今天一早就如同昨天一样，我不到5点就起床了。但是不一样的事情是在我们今天起床了之后开始整理这一趟会用到的相机以及电池，因为今天我们终于要去骑车了。Ruta will be the second bike, I'll be the third bike, Jim be the fourth bike. Okay. So when we park, Ruta is right next to you. Okay. And Jim is next to me. So when we cross the intersection, they know when to go. Yeah, okay, that's fine. But when we drive four behind each other. Yeah. Not two together. Yes. 还是你骑第三台，我骑最后，然后在停车的时候，我会停你的右边。会停我右边。对，今天我们准备为接下来这个月的旅程试骑、实际上路，提前熟悉南非的交通状况。其实说真的，来到南非的第三天了，身为一个骑士，想骑车的心，不管到了哪个国家，我想应该都是一样的啦。跨上摩托车的那个感觉，你说和在台湾比起来，有没有更加的兴奋、更加的开心？我觉得那种悸动是完全一样的。不会说因为我今天到了南非就比在台湾更开心，因为只要跨上了摩托车，不管在哪里，那个心情都是同一份快乐。我想这也是身为骑士的一种国际语言啦。哦，发动了，发动了。跨摩托车之后，我们也从 Benoni 出发，展开了今天大约200多公里的试骑。在南非的公路系统中，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公路 ，N 以及 R。N 代表了南非的国家道路，是连接各大都市的主要道路，主要由南非的中央政府维护，所以道路的品质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全段几乎都有柏油铺设，路平、
快速、舒适。而 R 则是代表了地方道路，透过 N 号公路连接主要都市，再以 R 地方道路连接各个乡镇。R 公路主要是交给地方政府管理以及维护的，所以地方道路基本上路况相比 N 就会比较差了一点，很多也都没有铺设柏油路，不以舒适以及快速为目的，只求畅通，为各个城镇的居民提供来往其他城镇的便利。在这趟旅程里面，我们也会以地方公路作为主要目标，除了某几天赶路想要把握时间，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只好骑在国家道路上。从北诺尼出发，同样的，我们也在加油站先把油量全部补满。在南非加油站的密度，我觉得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贫乏还有落后啦。每个城镇一定都会有一间加油站，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距离也就大概差个150公里以内而已。真的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大概就是在 low shedding 的时候需要有发电机才可以加油，或是当天运气真的实在是很不好，汽油卖完了，不然油量我觉得不算是个太大的问题啊。而在加油站里面，除了加油，这里也有提供打气、加水、换机油的服务，通常是多付个5-10块的小费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就会协助我们处理车况了。加完油、打完气，我们也准备继续启程了。你都垫脚，你看，就是很明显的那一种，尾巴超轻、很好骑的那一种，然后是真的可以让你进去野的那一种。She can do it. Yeah. Ride it, Jane. Ride it. Yeah, on the back wheel. It's easy. Hey, don't stop. When you stop, you fall. 它就是你屁股多移一点就可以了啦。其实也不会到说真的很那个啦。它这个风镜啊，这样。This is nice because then the wind blows over your. Yeah. Same with this one. Is it better? 今天的试骑，这台 KTM 990 ADV 则是交给我骑乘，原因是因为这台车的车高915mm， 真的是太高了。骑在上面要停等红灯的时候，我这个55升，就算屁股移开椅垫要踩地板，还是没有办法整个脚掌踩到地。真真骑压力太大 ，Alan 踩不到地。我的话，真的算是非常非常非常勉强可以啊。所以我也因此获得了与他相处的一天，也顺便好好来体验一下骑了这一台。光是立着侧柱就跟我站着一样高的车，也算是很新鲜的啦。从加油站出发了之后，南非的交通号志没有那么难懂复杂，每个路口的标志简单易读，尤其是一些公路上会有的标语 Drive left, pass right， 虽然采用了与台湾相反的右驾，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那么的不习惯。对我这个外国旅客来说，第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每个路口的 stop 标志停止线，这里明确规定，遇到这个 stop 就是一定要停下来，没有那种我常常听到的语句，慢慢的减速，在路口要开的慢一点，就是要停下来，确定左右方都没有来车之后，再继续行驶。而这个左右方有没有来车的定义呢，指的真的是视野的左右方，看不看得到车。这如果在台湾，应该是被喇叭按到爆，顺便外加个棒球棍伺候了吧。而如果是遇到没有 stop 标志，也千万不可以慢下来，在没有停止线的路口，不管有没有车，就是补油门赶快过就对了。他们甚至用到了绝对这个词来跟我解释这个停止线的重要性，在没有停止线的路口绝对不要停，绝对要加速。一是因为怕对方觉得你要礼让他，他也跟着加速，就惨了。二是怕后方的来车，屁股直接给他亲下去。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来到了南非之后最不习惯的一点。
其实光是停止线，我大概就知道我认知里的用路观念和他们的落差真的非常大。对他们来说，在每个路口的 stop 停止线，是每位用路人确实了解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停下来，以及如果我不停下来会有什么后果，而不是为了取缔而取缔，怕被罚，所以我停下来。没有警察，我就勇往直冲。我想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在每个路口的停止线真正的停下来了、啊。而不习惯的事情不止只有停止线，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速度。在南非的公路上，最高时速依照所属的地区，每一条都不一样，有60，有80，通常最高速限是在120，而当地人开车骑车大概都是在130、140。有时候如果前面都没有车，速度还会再往上一点点啦。而身为一位在公路上骑到时速大约120就会想要收油的我来说，想当然的，一开始的前30公里吧，还真的很不习惯在南非的公路上行驶的速度，但是骑着骑着，过了大概20分钟之后，也就慢慢习惯了。而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大概就是在停电的时候，红绿灯停摆的状态下，要怎么安全的渡过路口了。南非人把红绿灯称为 robot， 一样红灯停，绿灯行。停电的时候，每个路口的红绿灯会直接全部停止工作。因为停电时速长，所以一天24小时里面，大概会有超过10个小时，红绿灯是不会运作的。因为这样，南非人有了自己停电的行车潜规则。停电的时候，当我们到了路口，要记住4个路口的停等顺序。停下来之后，看谁先到停止线上，先到的那一位就可以先走。一次大概是过个1-2台车，然后接着再等下一波。在乡村里，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在大都市里面塞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塞爆，交通会变得蛮乱的。靠的完全都是用路人彼此之间的默契。而今天一早 ，Alan 岳父还特别提醒我们，骑车尽量骑在靠近中线的位置。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因为靠近道路的左右外侧车道有着大量的沙石，骑在靠中线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很怕后方的车辆会逼车啦。但是实际骑乘了之后呢，后方的车辆也不会离我们太近。以我们初来乍到这个陌生的国家，第一次骑在这里的公路上，我觉得在 Alan 的岳父以及 Alan 的陪伴下，安全感真的是蛮够的。车少加上都是笔直的公路，我认知里的距离感在这里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往骑车大概骑个300公里，就会开始觉得，今天有骑到车的感觉。但是在南非，我觉得那个 range 大概可以拉到700到900公里，因为路上几乎都没有车，时速也比较快，所以在南非一天700到1000公里的公路是差不多符合我们在台湾骑车旅行的频率的。有几天我们悠哉的赶路，一天大概骑个400公里，还会觉得不太够，所以我觉得南非真的是蛮适合有着丰富骑车旅行经验的骑士来骑乘的。今天的第一条公路，我们首先沿着 R5 公路行驶。如同前面提到的 ，R 代表的是地区道路，所以通常来说，路况会比国家道路来得烂一点。不过在我们一开始出发之后的这条 R25， 并不会感觉到路况很差啦。整段都是柏油铺装路面，路幅两边也没有什么杂物阻挡视线，视野算是蛮好的。在前几天都是雨天的状况下，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就好很多了，没有雨，白云布满整个天空，是个很适合骑车的日子。而虽然这一段大约60公里的路程，老实说，在一开始我并没有太注意这里的景色，心思也几乎都放在当下的路况、交通号志、路标。左右两边虽然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草，但还是不太敢左右张望啦。就这样骑了大概40分钟，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休息点，位于 Cullinan 的 Station Dinner。我们从 Benoni 呢出发，然后骑了大概1个多小时，骑到了这个 Cullinan。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的、啊。我跟临时抱佛脚去问的。我是觉得它这里比较像是一个废弃的车站，因为这里它前面那边有一些 Carillon， 然后这应该就是之前的车站站牌之类的。然后这有铁轨，铁轨之后呢，我们就在月台上面，这边有一个餐厅。我们就在这边吃饭了，终于在今天呢骑到了。一开始不免刚上路嘛，有点小小的紧张。在台湾啊，我们这个骑车的速度呢，基本上大概骑个八九十哦。像我们骑台十一线，骑个八九十、一百，我可能也不会骑到一百啦，只在骑八九十而已。骑八九十呢是很 OK， 就是很舒服的嘛。可是对他们来说呢，你就是乌龟车，速度基本上就是一百二、一百起跳。你骑太慢呢，反而后面的车、前面的车都会觉得你很危险，因为他们在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他们是会很明确、绝对会停下来等你的，绝对哦。Alan 用了"绝对"这个词，这是 Jack 跟他说的，他说他绝对会停下来等你。所以你在过路口，如果你还是慢慢过的话呢，非常的危险。所以我觉得速度对我们来说，可能等一下回去的时候要再稍微的好好训练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油门补大一点。那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间这个Garland 的餐厅，点了一个牛排，然后喝了可乐。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准备吃的午餐啦，一个 medium 熟的牛排，半熟的牛排，再加上这个真正的 salad， 然后还有点了一个 coke。今天中午的午餐地点是位于 Garland 的废弃火车站改建而成的餐厅。Garland 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钻石产地之一，产量曾经占到了全世界钻石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车站后面这个大矿坑就可以知道了，而这里的铁路也是当初为了运送开采出来的钻石进而修建的。只是随着这个地区的钻石产量逐渐减少，车站也就逐渐废弃了，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貌。以废弃车站改建为餐厅，也让这里成为很多人会来访的其中一个景点，算是蛮有特色的啦。然后你觉得我第一次表现怎么样？87分，真的，87分不然，那真真的，真真的88分，真是88分。我相信被扣掉13分，应该是那个速度太慢。对，87分，好不好 ？OK 啊。在这间 Station Dinner， 我们没有待上太久的时间，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说算是很忙碌的一天，下午还有看猎豹行程，所以在吃完午餐之后，我们也准备回程。而回程则是让我们最期待的土路。其实，在我们进土路之前，我们还骑了好一段公路，接着在某个路口拐了个右弯。接着就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 off-road 路段。而说到土路，这一段 off-road 大概是70几公里的距离。路幅宽敞，时速也会不自觉的拉高，大概就跟台湾的高速林道骑起来是一样的感觉啦。差别就在于这条路好像永远都骑不到尽头，在非铺装路面中，基本上不会有红绿灯，也没有公路上的标线。遇到对向有车的情况，我们只需要靠左边骑，剩下的基本上就跟在台湾一样。这里的土路呢，就是你看出去之后，它就是一望无际的。真的有够爽。其实路况啊，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很多，因为前几天大家也知道，就是约翰尼斯堡这边是下暴雨的状况嘛，然后但是这边今天出了还不到一天的太阳呢，这边的地就已经变成这样了。以今天这个地面的路况来说呢，真的是非常良好的。然后骑在这边的时速呢，可以骑到破百，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品了，好不好？路的两边种植的，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应该是玉米之类的作物啦。作为全非洲玉米产量最大的国家，甚至南非的居民还发展出了自己的国民美食 Pop， 由玉米粉做成的糊状食物，所以有着一整片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好像也不是那么意外啦。
认真说起来，今天这一段土路路况真的非常好，只是其中几个路段因为前几天的雨势，所以有着很大的水洼烂泥，骑着915mm 坐高的990 ADV 在这边不免还是有一点没安全感，所以在经过烂泥水洼路段的时候，还是放慢了车速，慢慢的撸过去了啦。70公里的非铺装路面，放到台湾来看的话，真的算是蛮长的一段林道了。但是放在今天，只能算是试骑，所以一路上我们只停下来休息一次。因为如果速度骑得慢一点的话，下午可能就看不到大猫咪了。就这样，我们最后安全的离开了土路，在简单的体验了南非的交通系统之后，我们回到了 Benoni， 迅速的冲了个澡，就准备去猎豹保育中心看猎豹了。看到我这身装扮呢，应该就知道我们要去耕田了，不是？我们要去看大猫咪了。去看大猫咪之前，我们要先去喂小猫咪。喂小猫咪，我也非常的期待。两个猫咪呢，我都非常的期待。准备出发。而在看猎豹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需要先整理一下明天正式出发的行李。小猫咪喂食秀，还有瓜牛，太夸张了吧？哇、哦，很大只哎、欸。对啊。为什么？你跟猫咪抢食。这只比较瘦。这只有点生病，你看它的毛比较。稀疏一点。喵咪，喵咪。我打个电话。好。喵咪。欸，他们都认得他们自己的碗。你看他一过来，他不是吃这个，他吃这个。Okay, no problem. All right, have a good day. Okay, bye.我们在南非有自己的这个，这叫露营收纳盒。这个是我记得是捕猜工具。对，嗯，捕猜的。对，然后这个是万一我们捆绳拖车。对，我们这个装备真的很齐全哎，赞！看我们这次很稳哎。对，各真的是稳，万事俱备。然后这个是如果看到漂亮女生，就把她嘴巴封起来。绑上车，带回台湾。大家不要学她哦。叔叔是有练过的。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要干嘛的。对对，其实也不用这个，因为我没有准备电火布。你跟珍珍一人一盒。好，哎，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搬回去了，对不对？对，这两个搬回去，那这个留给大哥。好，各位，那我现在要来搬我们这个露营的收纳盒了，好吧？等一下再拍，哥哥。你有没有发现，排列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排列的方式哦，对啊，我们美洲会在右边。对对，因为如果这个美洲在右边的话，我们亚洲在中间。中间。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看到地图，亚洲在中间。对，我当初这个是我太太叫我帮她弄的，对，家里的。所以你那时候就有特地把台湾放在中间。我完全没有特地，我就是印象中的地图一样，我就把它拼起来。对，然后他就觉得很怪，对，然后他也说不出来哪里怪。结果后来发现是这样，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这个才是对的地图。所以下次如果你来南非的话，看到这个地图，千万不要说它是错的哦。对，因为这只是文化认知上面也不一样而已。我们台湾呢在这里，我很庆幸他要把台湾做出来。而且台湾超大的。对，而且台湾超大的。对，你好，哎、欸，比南韩还要大哎。台湾跟菲律宾差不多大。对，台湾。好，哎，各位，我们现在看完了小猫咪，喂完了小猫咪了，然后刚刚我们在里面顺便看了一下我们这一趟，准备要去。骑车骑一个月的装备，一些露营装备啊，补胎的工具啊，什么之类的，全部稍微给他检查一下。那还搬了两个箱子在后座。到了 Alan 的大舅子家，拿了整理行李的箱子之后，我们也准备前往猎豹保育中心了。经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们开着车从 Benoni 来到了 Pretoria 附近的 Envendijk Cheetah Center。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 Cheetah Center， 模式很像大部分南非的 Safari 啦，也是坐着一台车，车上会有一个导游。然后车子会在园区里面开来开去的，看到什么动物就有导游跟我们介绍。而其实这趟我原本就有安排了半天的 safari 了，但是因为要在半天的这时间里面看到猎豹，在野外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算是打了个安全牌，直接到猎豹保育中心亲眼看看大猫咪。这里呢有一台车，我不确定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就是坐这台车进去。现在时间呢接近两点了，我们现在就是在等两点，然后等这个。据说是老板，然后会来开车载我们进去，应该就是这台车了。我觉得，再等一下，哥哥，我们确定就是坐后面那台车了。很像侏罗纪公园那台车，它是绿色的，然后有敞篷屋顶。
非常的帅气啊，等一下就准备进去了，福哥上车咯。虽然在这里的猎豹们不是野生的，但是在导览开始之前，园方还是会要求我们签署了一个断手免责说明书，听着听着还是蛮吓人的啦。填完了手续，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也开始了今天的园区导览。其实从车子好像就看得出来，这个猎豹保育中心真的是非营利组织。刚上车，车子就发了大概三分钟才发起来，好像有机会哈。能解决问题。Yes。Yes。出发喽！园区由这位名为 Anne 的女士创立，主旨在于富裕野生动物，像是猎豹、非洲野狗、猎狗、各种鸟类都在他们的富裕范围中。近年来，因为人类大规模发展工业，土地开发的面积也日渐扩大，这也使得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类野生动物栖地减少，进而造成野生动物会入侵人类的领域，又或是濒临绝种的问题。这个园区主要的工作就是提供这些野生动物有个温暖的家，足够的食物，同时让他们记得自己的捕猎天性，以便有一天可以让他们重回野外独自生活。So the reason why is because these are spotted hyenas, and the way that the hierarchy works is that the females are the matriarchs. So what they say goes, no discussion. What allows her to be physically bigger, she actually has about 20% more testosterone. 、yeah, so once Becky gets her piece, she gets the right to take hers first.She'll go eat somewhere over there.、Yeah. Rocky will get his after, but he has to finish his before her. Otherwise, he loses his piece. Right, they're going to giggle a little bit, so just be ready. Shout.现在啊，我们坐到一半，我们的车坏掉了。幸好不是在猎豹区里面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猎狗区，好不好？猜一个字，猎狗区这边，我们的保姆车来了。我们在这边也有保姆车，对，来接替我们的保姆车。现在准备上换一台新的车，狗哥。我们换了一台车，准备继续出发。在我们看完猎狗的时候，园区的车子刚好故障了，所以就在这边先等一下保姆车来救我们。从车子上面的仪表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钱应该是真的都拿去富裕动物了，因为车子在开，仪表好像连动都没有动。坐上了新车，我们也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旅程，来到了比较温和的区域。How it works is they'll eat some grass, it goes into the first stomach, they bring it back up, they re-chew it, it goes into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So by the time it actually comes out, it is basically just very refined grass. You see, it's just grass in there. And that is because of all those stomachs, it just breaks everything down perfectly for them. So saying that, in South Africa, we're quite weird. What's that I got in the first stomach? It's delicious, right? Where we actually spit poop.And sometimes it takes a little bit of liquid courage, but most of the time not really. And what it entails is we all stand in a row. You always go for the driest and smallest pellet.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have problems like that one over there. And we see who can spit it the furthest. So generally, you put it in your mouth. And you can see who can spit it the furthest. So the winner usually gets a bottle of brandy or something afterwards to say well done. Bust it off a little bit there. We want to... You want to do it? Yeah.各位，这是那个，它叫到底叫什么动物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动物的大便。然后他们说南非这边啊，他们会玩一个游戏，就是把这个大便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吐出去，因为它这里面其实都是草而已。No big deal， 我这是第一次吃大便诶。我们来比赛看谁吐比较远，那你先。Hey, that wasn't bad. That really wasn't bad.哦，你吐比较远。对，我觉得它大便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
它草味很重。没有吃到，然后就是打。它有在我牙齿里面磨到，然后我用舌头去舔它，然后就是很重的草味，就是草而已。所以如果你有来南非的话，可以吃大便。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便，大便尝起来我觉得还算是软嫩的、他说现在啊，我们要开进去那个、这一大群，这是什么狗啊？反正我只知道它是吃肉的，这样知道的就够多了，已经有点恐怖了。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开进去。他们等一下会开始丢肉，对，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周围绕。So the one male, the one with the darkest face in the middle there, he was actually beaten up quite badly. They were starting to rip him to shreds. He was bitten by a snake in the face.非洲野狗在今天的这趟行程里面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动物之一，特殊的叫声。非洲野狗捕猎的时候都是一整群一起出动的，平均大概是7到15只。他们有着特殊的社会结构，会互相分享食物，帮助照顾虚弱的同伴。他们也靠着这种叫声互相沟通，进而包围猎物，让猎物陷入了一种迷惘的状态。在喂食之前，这个园区都会让他们这样干一下，好让他们不忘自己捕猎的天性，以便以后野放，让他们可以安全的回到大自然，快速的适应，并且存活下来。口水流好久了。看完了我觉得很可爱的非洲野狗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趟南非行里面的其中一个男主角了。No one's waiting at the gate for us. We're gonna have to go look for them. It's also a big camp that we drive through. There are 3 males in this camp. So when we have 3 males together, we call it a coalition of brothers.Now, 2 of them are blood-related brothers. The other is an adoptive brother, but they have taken on into their little group. There's one cheetah on here, and this is the only cheetah that wants to eat me on the farm. His name's Louis. He's going to try, you're going to see, he's going to slap, he's going to spit, he's going to try and eat me. So if I get eaten, you can just take a video so we can make some money for the center. Okay. 车子开到了一个铁丝网的路口。同时，这位导游也再次提醒我们，手千万不要伸出车外。显然，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所填写的断手不负责任说明书，就是为了现在我们准备见面的动物而写的，随时都有可能会突然出现的猎豹。打开了这个铁丝网的入口之后，我们也进入了这个生活着3只猎豹的地盘。周围的气氛被导游那句手不要伸出车外，还有这里面的猎豹曾经想要吃它，搞得我屁屁刷的。接着就开始瞻前顾后，仔细搜寻他们的踪影。找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发现，他们那全身上下密密麻麻的斑点，真的是非常适合在草丛或者是树丛间隐蔽自己。睁大眼睛看了快5分钟了，还是找不到他们的身影，直到。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是猎豹的，算是没有笼子的。我们刚才看的前几个都是有笼子的，这个就没有笼子。然后，天哪、这个气场很恐怖的。大家都很喜欢那些有着最字头衔的动物啊。世界上最大的鸟类鸵鸟，世界上最高的哺乳类动物长颈鹿，世界上最蠢萌的动物草泥马，以及世界上跑最快的动物猎豹。猎豹与它酷酷的外形不一样的是，其实猎豹是非常温和的动物，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目前是濒危状态，全世界只剩下不到7500只。
作为大型猫科动物里的一员，猎豹体型偏小，但是肉眼就看得出来，它们是偏向那一种精壮型的动物。千万年来，身体构造演化，让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速度机器。三步之内可以从静止状态到时速105公里，跑起来最高的时速超过110公里。而我呢，则是觉得它眼睛下方的这个泪腺纹真的非常的帅。作为白天狩猎的顶级跑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猎豹眼睛下方有着两条泪腺纹，让猎豹可以有效的在白天的时候吸收阳光，进而避免眩光。长长的尾巴吃东西的时候看起来虽然会开心的甩着，但是狂奔的时候则是可以协助身体迅速转向。脚上无法收回的爪子就好像时时刻刻都穿了一双钉鞋，随时准备起跑。在草原上奔跑可以牢牢的抓住地面。可惜的是，目前因为栖地被破坏以及人为猎杀的关系，猎豹数量从西元1990年的大约10万只，到现在全球只剩下不到8000只。所以很多国家也开始意识到了猎豹保育的这个问题，刻不容缓，进而着手富裕猎豹。所以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非营利组织。而南非则是目前少数猎豹数量正在增加的国家。希望未来我们都还能看见这个草原上的速度机器。而其实我完完全全没办法把现在在我面前吃东西的猎豹跟草原上那个最速狩猎者联想在一起啊。看着他们吃东西，我觉得真的蛮疗愈的，可以看一整天，不要来吃我就好了。现在两只在互抢。哦，他放弃了。在看完猎豹之后，这趟行程也差不多结束了。大约2.5小时的导览，以一个人400块兰特，大概800块台币的价格，我觉得比起其他的 Safari 真的是蛮佛的。下次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南非，不要忘了，一定也要好好的去看看大猫咪，因为说不定以后就看不到了。而在结束了这次的导览之后，我们也顺便买了几顶猎豹的帽子要送给大家。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内容不限，看完这部影片的心得即可。一样，一个礼拜之后，我会抽出2顶大猫咪的帽子。骑完车，看完猎豹，我们也回到了 Benoni， 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正式展开这趟5400公里的旅程了。所以，我们终于和我们这位位在南非的带头骑士 Futter 见面了。This is alcohol. Oh, alcohol. And bright. 而且他穿我衣服耶。Dude, too. Got it on the back. Well, adventure never ends. 所以这就是那个大舅子，传说中的大舅子。All the brown is dirt roads. Yeah, yeah. And all the blue is main tar roads. So the more you zoom in, the more dirt roads there are. So.Tomorrow we're gonna go. Nice, so cool. 他刚跟我解释说啊，就是我明天骑的路只有一点点土路，可是之后呢，我们会骑超多土路。那大概他给我们看的那个地图呢，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说，哪一些路是柏油路，哪一些路是土路。有几天呢，我们会绕出那个柏油路，然后只为了骑那一小段土路，然后再接回柏油路。Awesome. Yea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Let go. Let go. Let go.骑完了车，骑完了土路之后呢，我们今天里程大概是200公里，2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这边的车速其实是比较偏快的，所以虽然说我们骑了200多公里，可是其实花的时间呢不多。车速比较快一点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行程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这样就代表说我可以在途中呢停下来，停比较多的点，然后可以来飞点空拍机或者是拍个照啊什么之类的。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接在后院呢升起了火，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嘛，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行前的萤火晚会，车子已经全部装成这样了。等一下呢，我们就准备来生个火，然后吃个他们说是南非在地的烤肉，最纯正的那一种。我看这，哎，这看起来很屌，哎，看起来很好吃，哎，看起来很健康啊。对啊。就是你看哦，对啊，这是你们等一下要吃的，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吃的，这是牛排吧？然后他们等一下会帮你做一个很特别的，对，南非烤三明治。南非烤三明治，这个非常好吃，是有加什么酱吗？就这个，然后洋葱切的非常细，嗯，然后番茄，然后再加 cheese， 再加 cheese。走在出发的前一天，
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出发前的小喝仪式。除了喝爆，出发前 Jack 还升起了萤火。晚餐我们要烤牛肉，还有做个南非的在地美食，烤三明治。这也是我学会的第二个南非语 ，Braai Briki。This is a traditional South African dish. Yes. You'll find it all over South Africa. People know how to make this. It's called a Braai Briki. Braai Briki. Braai Briki. 这道菜的名字叫 Braai Briki. She does it better than you. Braai Briki. Braai Briki. Braai Briki. It's just like a grilled sandwich. It's the same, but we do it on the fire. We do it the traditional way. Yeah.Onions and tomatoes and cheese, that's all, and butter obviously. 像我们 Alan 呢，变成了厨助了。然后这里呢，他这里他已经先，这是算腌肉吗？对啊，对对，算腌肉。怎么样？在台湾呢有老橘白，在南非呢，我们有福特，对，我们有 butter。现在啊，我们把这些配料啊、佐料啊全部丢上去。丢上去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就要拿出去外面那个烤箱烤，不是烤箱，那一堆火那边烤熟。光是现在看到这个呢，我就个人是觉得就非常好吃，好不好 ？Very good, very nice. Very good, very nice. I couldn't find the original one. Very good, very nice. Very good, very nice. 这谁啦？这个就是南非人烤肉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喝酒，就是喝酒，对，就是喝酒。然后他就这么一小，他就这么一小杯，Schnapps， 感觉喝下去就倒了。对，可以。哦，他都敲两下，敲两下就是倒完了。对，可以。Thank you. Thank you.Okay.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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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n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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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tomach is burning.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Lekker. Le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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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然后后劲我觉得应该是蛮强的，因为我现在喝下去没有什么感觉。等一下走出去可能就倒了。然后现在呢，他要给我们看这个酋长的拐杖哦。对 ，This is the chief stick。Chief stick。酋长的拐杖。Yeah， 是真的，是真的酋长的拐杖吗 ？You must read over there。这个酋长的拐杖用的方法呢 ？OK， wooden stick。好，这是木头制的，我不要念里面的细节了。对，这个 bell 是远远的就知道，远远的知道酋长来了。对。这个是酋长的饮品，他在旅途中会很累，所以他有东西喝。好，我怎么觉得他是在胡乱的 ？Where's the flashlight？ Flashlight。长途旅程到村庄的时候，通常是暗的，所以你要有一个手电筒。对，手电筒来照亮那个路。手电筒被偷了。算了。OK， 好，还有这个，这是什么？吸汽油的吗？不是，你在长途旅程的时候，你会想尿尿。哦、oh, ，用这个东西 ，through this to the ground， not 就不会尿到脚，哦、oh, oh, ，OK， you see? OK， otherwise it splash on your feet， 就是酋长尊贵的象征，对，酋长尊贵的象征，对，所以这就是我们 Jack 的酋长的拐杖，继续等我们的这个，哎，突然忘记它叫什么 ，Braai Briki。Braai Briki， 对，继续等我们这个 Braai Briki 烤好。Braai Briki， 到底这个牛排到底有没有老橘白煎的好吃？等一下我们就来试试看。他说他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来看一下是要怎么吃。That thing's hot, so don't touch it. You can dish up there and then just get some Braai Briki over here. Yeah. Braai Briki.Braai Brötchen. Braai Brötchen. Yeah, yeah. 他怎么不整块夹去 ？Yeah, 他说他有礼貌。啊，真的假的？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切一半。你直接整块拿走，整块拿走。不是，他都只拿一点点而已，我怎么好意思整块？你看，所以说他们的身材才要差那么多。哦，好像是哦。
各位，对不起，因为这边有灯，所以我才跑过来这边拍一块这个 fry brick， 我还是不太会念的，一块 steak， 一块 fry brick， 然后再一个这个烤蔬菜，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好好的享用这个我们的晚餐，哇，这个一整盘的，算是我觉得算是真的是很。那个怎么讲啊？在国外，他们基本上就是很常吃这种一整盘的东西，然后尤其是大家这样聚在一起，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个额外的餐桌，然后让你去装菜。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这样吃饭。这个夜晚呢就在 Bribeki 以及牛排、蔬菜、啤酒下愉快的度过了。来到南非三天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路况，接下来我们也准备展开整趟环游南非的旅程了。这里我把它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厕所。这趟旅程终于要开始了，在经过我们两三天的移动日子，才骑60公里就疯掉的几位男人。那边啊，一直有闪电，有没有蓄意的？真的就是在下雨。然后哦，有看到吗？大欸、超明显。开心哦，硬要给你下那几公里，你知道吗？对啊，而且下超大，3到5公里吧。我在里面也完全看不到前面诶、欸。对，而且你看我这里面。我这是湿里面哦，我这不是湿外面，然后我里面已经全湿了。What is grandpa in Cabernet? Grandpa， 阿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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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Number one， you are not 阿公。But you stop and you talk and you take videos and you stop and you talk and you take videos， that is the problem。Yeah， that is the problem、yeah.。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看过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